现在我在吉野家吃早餐，这个饭，然后生鸡蛋一个，然后自己带一个。两个，然后擦一下手，然后牛肉倒进去，然后拌，要把它拌得均匀，然后姜、泡菜、味噌汤。味噌汤、海苔片两片、三片、四片，然后要开始享用我的早餐。这在吉野家，不是，是 Skiya 两家，我是这家，我是这家。